是没有时间的，所以他忘了时间了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实在是太舒服了，所以他们忘记了时间？校长，你真会讲。啊，我在看图说话，那个也许都不是。待会请美女来跟我们讲一下，这么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原因会问人家说现在几点了？但是那个人说 I don't know， OK？ 你画饼干吗？这我猜这是你，这是你，还是都不是你？还是这是蝌蚪还是鱼？还是豆饼？逗号，哎，你好。说话要换气的时候的逗号。OK。哎哎。